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姆。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非常感谢你们。这一期要来试玩的是《动物朋友展览区》，OK， 测试版。这个是陆服的测试版啦、啊，它应该有日服的版本。好，来玩一下测试游戏。ようこそジャパニパークパビリオンへ。就动物朋友的正版 IP 授权吧。ここは、ジャパニパークに集められた動物たちを観察できる。最新技術で作られたパビリオン。给他介绍一下。観察できるのはただの動物たちだけじゃない。都知道是动物娘。ここへ来た君ならもう知ってるだろう。そう。稍微小心一点。フレンズだ。动物朋友。動物たちが人の姿に変化した未知の存在。それは新しい動物なのか。我不知道他这个会不会有一些音乐有版权，然后如果有版权的话，我可能就没办法上传。因为动物朋友的一些背景音乐啊什么的，我之前有玩过别款的动物朋友，他还是有版权的。最后我就放弃了，就直接把音乐整个消音啊。先单跟大家讲一下，所以就稍微试玩一下。有时候有版权 ，YouTube 就会被标啊。OK， 来吧。データ破損確認、システム破損確認、フレンズアーカイブに深刻な損傷。パビリオンセキュリティロック解除のためオペレーションを開始してください。復元モードでパビリオンを再起動します。君だけが会えるかもしれない。これからジャパニパークパビリオンを冒険する君にこの言葉を送ろう。胡萝卜不是爷爷吗？你喜欢动物吗？哎，开始了吗？自己点吗？好，自己点。这边的话，就先同意吧。看可不可以玩啊，因为有时候账号果然用哔哩哔哩的信箱嘛，手机邮箱我用游客啊，他这边 还可以用游客，我就用游客来玩一下。OK， 用游客试玩，他有一个验证码，就是你把它输入就可以了，有点那种奇形怪状的英文数字嘛。可以稍微大声一点。他是幸运兽。那看他怎么玩吧。あなたの名前を教えてください。ハムです。OK。先ほどはトラブル発生に。刚不是 error 吗？迷惑をおかけしました。感觉是一款养宠物的游戏吗？不知道，我刚刚这边看到老鼠哎。早速フレンズを観察。这个以前我有养猫咪，我知道啊。养猫咪的话，你还可以钓猫咪。用钓鱼竿有没有？然后钓鱼竿另外一头绑着一只老鼠，然后就假装跟他玩，他就会一直去抓那只老鼠，就是这样收来收去。但是猫咪玩久了，他就不想理你了。你要想办法让他抓到，然后那个老鼠就会被他抓烂或是咬烂。ジャパリマンジュ，这个吧。补充。这边为什么要用机械音啊？我这边快一点好了，因为时间已经过了四分钟了，都还没有看到动物朋友哎。好，出现了，出现了，出现了，有一个点击，发现动物朋友，这只猫咪，我不知道怎么念哎，一个草字头，然后下面一个数字的数，是不是数猫？不知道。OK， 获得了这只猫咪。图鉴吧，档案记录中。然后嘞，フレンズを見つ、今回はフレンズがすぐに。这是那个，我们继续好了，不要讲好了，继续。出会えたフレンズはとても魅力的。OK。ところで、今回使った遊び道具によっては
那这边可以通过摆放玩具来跟动物朋友相遇。好，然后要补充这个加帕里馒头，manju。好，然后最后玩具吧，放玩具。然后每个地区可以放10个玩具。好，这边是入手特别玩具，可能要抽抽吧，用这个晶石有没有来抽抽？是不是？好。いろんな遊び道具を作って、今はサバンナエリア、それと2、很好，它没有背景音乐。背景音乐如果用版权的话就糟了，因为正版嘛，正版 IP。这边可以补充，好。好，这边我不是很了解啦。哦，什么特定2个以上的动物朋友在同一瞬间会触发他们对话就对了，最多可以出现6个人同时。还有一些小游戏吧，是不是？好。このパビリ这オ边ン大概の是养宠フ物レ的ン游ズ戏，只を是变成もっ说你と养好成き的になっ是てください动物ね。朋友里面的角色，それでは楽しい展览パ区ビリオ生ン活。ライフ。啊，没了吗？哎呦，开始，可以回到首页了吧？OK，那这边的话是晚上嘛，然后你就补充一下，ジャパリマンジュ。还有时间。然后放玩具，遊び道具を放这用个意木しま椅子，す。然后这个 manju 是待会补充吗？我也不知道欸。遊び道具を用意我し现在ます。只有2个玩具欸，My God！点它，サーバル。萨瓦鲁，它叫萨瓦鲁，可以检视它的档案。我现在只有一只而已，然后这是它的那个设定，哦，OK，保护动物，然后这边会有挑战，来按一下，大概是玩小游戏チャ吧，我レン在ジ想，リストです。哦，没有，挑战是任务啊，那完成的，观察动物一次嘛，还有可以重新来过，那每日任务就对了，好。这边我都完成了，打勾就是完成。观察，我可不可以一直按啊？观察它。这边为什么会有一个一呀？不是很清楚。诶，连线速度小慢。这样算观察吗？诶，感觉有事件诶，嘿嘿，有人来了。フェネック我因为我用椅子它来発見做，しました。然后发现新的动物朋友，什么阔猫吗？这个字念阔吗？我不知道诶，好多字都不太会念，因为我说是简体字嘛，然后写法可パ能跟我ビ不リ太オン一レ样。ベルがアップしました。那我这边已经升级了。チャレンジ達成です。好，挑战完成这个，发现它。那我们刚好出现嘛，吼，就是说如果有2只以上的话，我们就会触发那个对话事件。那没有语音，没有他们那个版权的语音，就是声优配音没有。好，连接中，小慢。还有没有玩具遊び道具啊？を没有了，用意します。我只能这样子，是不是？ジャパ补一リ下まん馒じゅう头。を配ります。ジャパリまんじゅう。这个我馒头是满的啊。メニューです。哦，这是菜单 menu 哦，可以来看一下。オプションで选す。项的话，好像都打开了嘛，哦。设置哦，就通知是不是？push 啊，推送、推播、推送，然后游乐场，遊びに行きましょう。玩耍啊，就这个票券是不是？然后这游乐场可以跟他玩一下，
滑动画面和动物一起玩耍，收集这个馒头。加帕利曼酒，怎么收集？我慢慢看好不好？不然待会我又不会玩。上下滑动萤幕，操作动物朋友。哦。哦，这样子是不是？哦，上下左右。哎呦，我不能撞到敌人是不是？啊，这样就没了，好惨。再玩一次，我还有券吗？这里啊，哦，好久啊，兄弟，大家看到吗？四个小时哎，四个小时才一张这个票哎，太过分啦、啊！哦，我可以这样是不是？吃到速度哦，我是吃到速度啦。我可以回走吗？好像没差吼。就是有时间有秒数限制嘛。可以啊，我可以回走。哦，我可以回走。冲啊冲啊！好像那个以前那个青蛙过老鼠过大街有没有那种游戏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。哎呀，好难啊，何时是目的地啊？不知道。好，没了，结束。我已经尽力了啦，因为它反应不太灵敏。好吧，小游戏，小游戏。这款应该是粉丝向手游啦，你要喜欢动物朋友的人，喜欢看这部动漫的人应该会想要来玩。那我是还好，动物朋友我只看一点点而已，我有看过，但是我只看一点点，就大概知道。这边有东西耶，哦，获得 PB 还有这个我也不知道干嘛的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一下 menu， 可以换区域。我们现在 area 只有这边是不是？然后如果你要去其他地区可以吗？这边还不行。复原的话300这个 PB 我没有哦，所以说你还是要慢慢收集 PB， 可以换这个场景，主要是换场景吧，我觉得。玩具可以购买吧？目前不知道哎、欸，制作 OK。那大概是养宠物的游戏，把养宠物的概念搬过来。哦，你这边有那个做东西，但是要怎么做不知道。需要这个材料，哦，现在不够，753。现在我都不能做啊，交换，可以没有？这是分类吧？哦，玩具的分类。我现在只有两个。OK， 那这个是回上页吗？这是顺序哦。打叉，他好像没办法回上页，我一打叉又回到我的首页。那现在一样是晚上的时间吧？サーバル，给他馒头。OK， 喵喵，乌喵喵，这个可以给他。给他，然后我就没了，我就没了。我好像只有一点点吧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一下。动物朋友，这是档案嘛，就是图鉴。新的这只阔耳猫，耳阔猫我不知道。好。这边又有。チャパリマンジュ。补充。チャパリマンジュを配ります。然后嘞，新之杀打印机是什么？来看一下。作ってみましょう。这就叫新之杀是不是？哦，这就抽抽啦，吼、哦，抽抽。
那我就凑，我不够啊，我不够，我真的不够，因为他150，他100而已。好，没办法，好不好？可以抽种类的家具吧，哦，这些道具，看你要抽哪个地区的，有分地区呀。好，再来，我们再来看一下。那跟动物朋友对话，这他们刚刚的对话嘛，我们已经看过一个事件吧。好，你可以重新再看一次，只要对话没有那个声优配音啊，比较干一点。OK，你看我没有 PB 耶，我已经送他们了，所以不要乱送吧，不要像我这样乱送。给他干嘛？我情绪都满了，我给他干嘛？那怎么做馒头嘞？哦，可能是这个吧。然后这种是补充这个50个这个新币吧，星之沙是不是？它叫星之沙吗？我有点忘了。对啊，沙之星，好，沙之星不是星之沙，沙之星。OK，那怎么赚钱？赚钱的方法就是这个吧，增加这个和增加这个，靠这个来增加吧，应该是啊。然后材料的话，我就不知道了，因为我们知道遊び道具を置いてみましょ我们可以做玩う。遊具び道嘛。具を用意します。那目前材料怎么获得，我还不知道。挑战チャ吗？レンジリストです。挑战里面有啊，挑战里面有一些材料，有没有？这边可以观察，多观察一下。这边吧，观察就会获得这些材料。好，观察10次，观察15次。天哪，我要一直观察他们哦。哦，可以观察出什么结论吗？フェデック、怎么观察？只能观察，就是新的动物朋友才可以观察，是不是？好像没办法再观察嘞。哦，好像是这样哎。哇？没有啦，没有选项可以观察。ジャパリマンジュ。我来新增一下，补充。ジャパリマンジュを、ジャパリマンジュ。补充了，没有啊？诶，这边也会捡到东西，就对哦。材料在这边啊。ジャパリマンジュ。哇，这个要12个小时诶，夸张。哦，用这个晶石来补充哦。哦，不是说可以获得这个晶石的啊，哦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哦，我错了，PB 和这个应该没办法在这边增加吧？PB 怎么增加？哦，这个沙之心也可以买 PB 就对了。哦，OK，那些材料可能要在周围有没有？有一些亮亮的东西可能要顶一下，像这个吧。你发现哪边有亮亮的就给它顶一下，可能就会有东西，可能啊。我找一下，我可以拉远近吗？可以，我可以拉远近，稍微拉一下，不要那么大。哇，那这个真的是放置哎，放置型玩法哎。サーバル、哦，放置型玩法，サーバル、サーバル。这边不能再观察了耶。チャレンジリストです。好吧。就只能慢慢来了啦，哦，放置型玩法，然后它不会让你很快就还完，你就只能等了，把动物朋友养在你的手机里面的概念啦，哦，那目前还在测试阶段啊，那如果你想玩玩看的话，就我会给你们，我会在我 YouTube 下面放上那些资讯，下载的资讯，你这边可以点是不是？没有，不能点，ジャパリマンジュ。哦。那你们再来试试看吧。那因为我也才玩十几分钟，快20分钟啦，很多东西还不是说很清楚、很懂这样。メニューです。
啊，这边有礼物，可以收收看，大概是四部戏给的吧。等一下，本来想做 ending 的，但是不行，我来收一下这个礼物，搞不好可以再抽一下哦。哎，读取啦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很好奇这个礼物送什么哎。哇，读取中哎，卡住。那我重开一下好不好？我重开一下。来来来，重开一下。还是说网路出问题啦、啊？连接中哎、欸，看起来是网路出问题啊。哦，因为可能在测试阶段嘛，然后比较慢是不是？哎呦，唱歌，赶快跑，赶快跑！只要一听到唱歌，我就要快跑。好，直接进入吧。因为唱歌这种东西吼，有时候是有版权的。先关掉一下。我先把背景，我先把唱歌的部分先关掉。好，回来。刚刚可能真的是网络lag吧，不然怎么会这样？再一次，不要再卡了。好，有了，出现了。好啦，这边金石有送我们啦，没问题了啦，好不好？你可以先好好的玩玩很多了。哦，金石全部领取，金石就很多了。哦，3000，你可以挥霍了。OK， 那我只能在我的 YouTube 叙述吧。一开始先叙述跟大家说，礼物先领，这样你们就可以直接来挥霍。哦，看你是要买玩具还是干嘛。有点小累格啦，那你们可以放玩具，因为我们刚刚有这个。怎么奇怪？我是放了吗？金老鼠我不是放、啊、在这里。等一下应该会有新的动物朋友跑来，我觉得。好，那我就先这样啦，好不好？先这样。OK， 那暂时先这样啦。如果你们觉得有趣，想要试试看的话，就再来吧。好的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